评审委员、各位先生、女士，大家午安。我是刘玉成 ，Angela 刘，编号一号。目前就读于实践大学国际企业英语学士学位学生，今年22岁，曾担任亲善服务代表队公关长，善于主持活动。过去曾有活动和主持活动的经验，乐于与他人交流，也非常爱帮助别人，一直想要透过服务来帮助需要的人。这次参选反毒大使，希望可以借此机会证明我自己之外，也想要为社会大众发声。我还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口号，让我们一起向反毒说 yes， 反毒 yes， 反毒品，反毒品。再一次向大家介绍我自己，我是刘玉成，闪亮的玉，星辰的辰，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认识大家，谢谢。计时开始。Good afternoon, my name is Phoebe, I come from Cayman.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be Google Ambassador. It's hard to out of the comfort zone, but I will do my best. It's a great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is project. Thanks to Rotary for offering the opportunity. Let me turn to myself and open the mic. Thank you. 各位福人的安和班底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黄品玲，来自金门。国际福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。2018年，我曾参与多伦多举办的国际年会，那时很幸运的能够参与服务。那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在台下的所有福人社友高举国旗，脸上满是骄傲笑容的样子。明年2021年国际年会将于台北举行，这更是令我非常期待，希望能有再一次参与服务这场国际盛事的机会。参与亲善大使选拔对我来说是项全新的挑战，但我相信福人能再次为我打开机会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相信这会都是很好的收获与体验。我是二号黄品玲，恳请大家多多指正。谢谢二号黄品玲同学。接下来邀请三号潘玉婷同学帮我们自我介绍。计时开始。各位评审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实践大学亲善服务代表队的潘玉婷，目前就读于 EUY 学系4年级。我的专长是阅读理解，在我的闲暇时光，我喜欢唱歌和打羽毛球。在大学的4年间，我是亲善服务代表队的队员，在大三时担任了教学长，照顾所学，传授给学弟妹。在社团期间，我也参与了许多的书队，像是71届的医师的庆祝大会，以及2019年的设计大奖。这些活动中都让我提升了我的应变能力以及沟通技巧，还有提升我的姿态。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国际福人校园亲善大使的选拔，希望能将我的所学为国际福人尽一份心力。谢谢各位评审老师，我是三号潘玉婷，谢谢。谢谢三号潘玉婷同学。